宋氏，信使始祖宋微子，以国为信。宋微子迎少方于宋国，而以宋为氏。宋国，周朝诸侯国，开国国君是宋微子，位于现在河南商丘和安徽淮南一带，共传34君，享国829年。宋国是等级最高的五个诸侯国之一。宋国地处中原要冲，富商巨贾云集。宋人以善于经商而闻名。公元前286年，宋国为齐所灭。公元184年，黄巾军起事后，宋阳与边舆、韩约、马腾等据扬州大乱。宋阳因被通缉而改名宋建，他割据扶韩，自号何守平汉王，改年号至百官，割据31年。公元214年十月，权臣魏公曹操派宜夏侯渊讨宋建，夏侯渊先包围扶韩，后来攻占了扶韩，斩杀了宋建。